好啦，咁睇下呢一條啦。A 一咧就叫你 integrate 一 over x square 加四 dx， 咁都非常之典型嘅題目嚟噶啦。因為咧就係好典型嗰啲咧，分母就係 x square 加 a square 嘅解釋。咁呢條題目咧，我哋就會叻 x 咧就係兩個 tangent theta， 咁所以 dx 咧就會係兩個 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啦。因此啦，你 substitute 咗落去呢個嘅 integration 嗰度咧，就會變咗做係二 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啊，呢個就代替咗 dx 啦。分母咧就變咗係兩個 tangent theta bracket square 加四，咁就咧分母就會係兩個 tangent square theta， 即係變咗四個 tangent square theta， 然後後邊加一抽埋個四出嚟啦。咁個分母 tangent square theta 加一咧，就變咗做係四個 secant square theta。咁呢兩個 secant square theta 約咗，然後二同四約咗就變咗二分一，所以咧就會係將嗰個嘅integration of d theta 咧就變成 theta， 然後再加個 constant c。咁呢度啦 ，theta 咧用翻呢一條式就知道啦，就會係arctangent x over 2， 然後再加 c 咁樣啦。咁基本上咧 ，a 1咧就叫做完噶啦。到 a 2啦 ，a 2咧佢就想你咧講到明用 integration by part 揾呢個 integrate log x square 加四 dx。好啦，咁問題就係點樣做咧？我哋咧就當呢個咧成個係 u， 就當呢個 x 咧係個 function v， 所以啦呢個咧其實就係 integrate u dv 嚟嘅。我哋用 integration by part 咧就可以變做 u v 減 v du 咁樣寫 ，OK。呢就 integration by part 個精神啦，就可以將呢個 u 同 v 呢兩個 function 咧調位。咁前面就 x log x square 加四啦，後面就係減嗱本身有個 x 嘅，你 d 呢個 log x square 加四咧，就變咗喺分母嘅 x square 加四分子咧有個嘅二 x。咁所以啦，你連埋呢個前面嗰個嘅 x 咧乘埋一齊咧，就變咗做呢度係 x square 啦。跟住臨尾加翻 dx 啊，記得好啦。咁嚟就係後面呢嚿嘢點樣 integrate 啦。咁有個少少嘅巧妙嘅，其實咧有少少類似係用翻呢個嘅長除法咁樣樣，就係將裏邊咧變做係二減翻八 over x square 加四，然後咁多個 dx， 有少少做長除咁樣樣嚇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會係將後面呢個 integration 咧就拆開兩忽，減 integrate 二 dx， 然後再加抽個八出嚟，一 over x square 加四咁多個 dx 啦。咁前面呢堆嘢就照寫，減二 x 再加，好啦，八，然後用翻 a 派嘅結果咧。就係八乘二分之一 arctangent x over 二咁多嗱，個 c 加到最尾，因為啦經過咁多個 integration 咧，佢臨尾都係合體變成一個大嘅 integration constant 嘅啫，所以用一個大 c 搞掂。最尾答案將個八同二分一乘埋就變咗係咁樣啦，啊咁就叫做完噶啦。咁跟住咧就睇下 part B。part B 就話啦 ，g(x) 同埋 h(x) 咧都有 continuous functions defined on real number， 嚟計粗體 R 啦。咁啦，特別之處就係 g(x) 加 g 負 x 咧要等於一，同埋 h(x) 咧等於 h 負 x。啊，呢一個咧 h(x) 等於 h 負 x 咧，即係話咧其實佢係一個嘅 even function。OK， 咁當然你知道個名啫，咁但係實際運作係點咧？咁樣樣其實你睇翻啲 integration 嗰啲 technique 就知噶啦。咁佢講明你用 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證明呢條式。OK。咁我哋又點樣處理呢？
咁冇嘅，都係由左手邊慢慢拆起嘅啫。負 a into a g x x 乘 h x d x， 咁我哋就將佢拆咗兩部分，由負 a into 去零先。嗱，你點解咧？因為你見到右邊咧又係由零去到 a 啊嘛，咁所以基本上咧咁樣拆開中間呢個位咧就比較合理。拆開兩份先，由零去到 a， 跟住 g x 乘 h x d x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前面呢度，我哋有咩辦法可以將呢個負 a 變做零，由零變做 a 咧？咁嗱，我哋調翻轉可以咁樣諗嘅，我哋可以試下係對於前面呢嚿咧，就係 let u 等於負 x， 所以 d u 等於負 d x。當呢個嘅 x 等於負 a 咧 ，u 咧就係 a；x 等於零咧 ，u 咧就係零，得唔得啊？前面藍色對，所以啦就可以變做咁樣嘅。x 是負 a，u 咧就係 a；x 是零咧 ，u 就係零。跟住啦，呢度變咗係 g 負 u。h 負 u 亦都負 d u 加後面唔好喐佢住。好啦，咁藍色呢嚿點樣搞落去咧？咁呢度有個負咧，係可以咧幫佢咧，就係上下呢兩個調翻位。變做 integrate 由零去到 a， 嗱呢個後面變咗正 du 噶啦，就變成 g 負 u h 負 u。OK， 後面照寫零 a g x h x d x。嗱前面呢嚿咧繼續咧搞落去嘅，嗱因為咧你呢度咧 g 負 u h 負 u。du， 你將佢咧轉翻做 x， 其實冇問題啊，因為用翻係 dummy variable 個 concept 啫。u x 啊 ，dummy variable， 佢唔再係 substitution 嗰個嘅 variable 啦 ，OK， 因為佢已經全部都係 u 嚟噶啦。好啦，跟住就有個位嘅。h 負 x 即係 hx， 所以紅色筆間住呢個轉咗佢。然後呢兩個係 integration 咧，都係 dx， 大家都由零 in 到去 a， 所以啦合體變咗係 g 負 x h 乘 hx。加 g 正 x 乘 hx 成個夾埋嘅 dx， 咁喺中括號裏面做嘅嘢咧就簡單好多啦，就係、是、抽 common factor hx 出嚟啦，然之後啦，裏面就係 g 負 x 再加 gx 乘 dx， 咁呢度奇妙嘅事發生啦，呢度一嚟嘅題目講嘅資料嚟嘅，所以等於翻咧零 into a hx dx 啦。好啦，咁 Part C 就話啦，要你去 evaluate 一嚿都幾核突嘅 integration， 由負二 in 到去二，七嘅 x 次方乘 log x square 加四 over 七嘅 x 次方加七嘅負 x 次方有個 dx 啊。咁其實呢一度咧，你細心啲留意一下啦，佢喺上面嗰部分咧已經係好辛苦咁叫你 integrate 咗。log x square 加四係幾多？所以其實咧，你都估到呢一個咧，就係一個嘅 hx 嚟嘅。不過記得要做 checking， 要 check 咩嘢啊？你要 check x x 等於 h 負 x， 要做 checking。OK， 嗰堂咧就直接代就唔記得 check。嗱呢一度咁你就都估到啦，呢、這個咧就你希望係 gx， 又係啦，你記得要 check gx 加 g 負 x 要等於一，得唔得？要 check 埋呢個 condition 嚇，咁所以啦，我哋就寫啦 ，let g x 咧就係七嘅 x 次方
7x 加7負 x 次方，所以 gx 加 g 的負 x 次方呢就會是前面那個照抄啦，這個分數後面呢就變成7的負 x 次方，7的這裡負 x 次方加7的負負 x 次方，所以分母就這樣啦，7的 x 次方加7的負 x 次方，前後這兩個分數的分母都一樣的其實，所以就可以通分母，即是1出了這個 gx 的條件了，符合的，你可以這樣當 hx 呢就是 log x square 加4，所以 h 負 x 呢就是 log 中括號 bracket 負 x square 加4，即是翻 h 正 x， 所以又符合了，兩個 check 曬了。好多同學就漏了呢兩步啦，就唔記得 check 佢哋符唔符合嗰個條件咯，就直接用。OK，check 完之後，所以你就可以話呢一個嘅 integration 咧，其實就即係計翻自己啫，即係個嘅。GX 其實消失了，擺 B OK 好了，這個你知道了，用這個 A2 的結果呢就即是這塊東西來的02這個 by A2， 所以你代曬啲數字下去計就出到2 log8-4 加派